近期因在《百变大咖秀》中模仿葫芦娃、容嬷嬷、吉祥三宝等经典角色，被誉为新一代搞笑天王的王祖蓝，凭借其出色的表现而备受粉丝追捧。在节目中接二连三的女装扮相，也令王祖蓝模仿帝的称号深入人心。近日，一张疑似王祖蓝女装扮相的照片在微博上疯转。照片中的女生一头乌黑长发，修长白皙的双腿引人浮想联翩，但样貌却像极了王祖蓝。由于在节目里诠释了各种极尽搞怪的造型，这张照片也让网友们纷纷猜测为王祖蓝最新的女装扮相。惊人的相似度更是让好友谢娜都认错。谢娜转发照片并惊叹道：“这两张都是你吗？好美！”王祖蓝随后转发否认称：“上面那个不是我，可真是个美女。”虽然被证明是个乌龙，却仍有网友鼓励道：“其实你的女装不亚于那个美女。”